欢迎进入恒顺金幽灵添加香素非诚勿扰。欢迎收看江苏卫视恒顺金幽灵添加香素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欢迎华乐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恒顺金优零添加香醋冠名播出，恒顺金优香醋，纯粹好醋，零添加，吃好醋选恒顺。非诚勿扰由港荣真蛋糕特别播出，港荣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非诚勿扰由狼牌特区指定播出，喝狼牌特区抽金条大奖，赢现金红包，浓酱兼香，龙马奔腾，狼牌特区。本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赞助播出。非诚勿扰由山楂树下指定赞助播出，果汁我选天然的，百分百山楂树下，纯正无添加，新鲜好果，开启健康一天，山楂树下多吃不怕。醇香花生遇上浓醇牛奶，非诚勿扰由配对助理官银鹭花生牛奶指定播出，花生加牛奶配对才够味。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真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下载荔枝新闻，换个角度看相亲，解锁高甜恋爱宝典。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可以通过真爱网、百合网、世纪家园网、荔枝网或者现场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智推女生由百合情感提供测评支持，来百合情感解决你的交友困惑。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六晚21点会员抢先看。有请今晚24位美。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有请1号男嘉宾，浓酱兼香。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张定，来自四川成都，今年28岁。本嘉宾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效仿古人张敞为你设计妆容。哇，就是历史上那个宠妻狂魔，古时候的这个臣民。嗨，惭愧惭愧，我可能会，但他不一定敢。我们台上15号，你看穿的。那个样子像不像唐朝的那个画里边的人？像唐代仕女图、簪花仕女图的一件衣服。哎，就这个样子。你要不要给他捯饬一下？可以。趁这个间隙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佟丽娅的这个妆容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唐代妆容，眉心的这个呢叫花钿，它是起源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脸颊这个地方的这一抹呢叫斜红，也是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斜红给人看上去像被刀割了一下。哎，对对对对对，是就是这个意思。它本身就是一种残缺眉，它起源的时候是那个魏文帝。
他的有一个宫女，当时给他夜读的时候不小心把脸颊磕破了，是在太阳穴的这个位置，所以后来为了遮伤痕就把这个邪魂给表述出来了，后面的宫女就争相模仿。哎呀，你看这长知识了吧。好，那现在我就为我们嘉宾演绎古人妆容一些内容。每天早起然后男朋友为自己化妆是一种什么感觉？这倒霉男朋友得起多早。去啊！待会儿给孟老师也来一套这个发式。陈小春，你自己可以看一看左上角的镜头，有没有被自己美到？好的，谢谢男生，也谢谢十五号。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喜欢户外骑行。从唐朝的妆容到了现在的户外骑行，这跨度啊！唐朝有户外骑行？那是马。十号，那嘉宾你好，我看到你说喜欢户外骑行是吗？那你有什么样的骑行经历，或者去过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迄今为止最难忘的一次骑行经历是我大二的那个暑假，跟一个朋友，我们从成都出发到了拉萨，行走318，当时年少嘛，心里有个梦，然后骑行过去的。这是北坡的一个大本营是吧？对，这个是当时珠穆朗玛峰的观景平台，一般的游客只能上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往上走。再往上是到绒布寺了是吧？哎，对对对，还在上面一点。十九号，男嘉宾你好，我叫刁远远，来自广东河源，今年22岁。我目前是在深圳从事的婚礼策划的工作，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一般多久会去一次骑行旅游呢？因为我现在在当老师，我一年有2次假期，然后加上年假，一共是3次。这3次我肯定是要出去的。那你一般是跟朋友出去，还是自己出去？如果约不到朋友，我就自己出去；能约到朋友的话，就跟朋友一起。好的，好的，谢谢。金洋洋。你好，男嘉宾这里。你喜欢户外骑行旅游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多多补水，因为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呢，推荐你我们的百岁山矿泉水，它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而且里面富含偏硅酸等多种人体非常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你喝了之后呢，骑行的状态也会更好，推荐你去尝试一下。好的，谢谢。好，来看片子。一个点翠工艺爱好者，5年造型师的经历让我参与设计了多套风格迥异的影视造型。3年前呢，我怀着对中国传统工艺的热爱，开始琢磨中式首饰，并如愿拜师学习了点翠工艺。中国很多传统工艺面临一个后继无人传承的问题，点翠也是如此。那我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再加上大学学的专业跟这个也有一定的交集，所以我觉得身上有一种责任和担当在吧。缤纷的颜色被绘于笔下，但世界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于是我想去闯一闯。19岁，一个背包徒步搭车穷游318国道，只为看一眼拉萨的星空。22岁，一人一车前往康定，
骑行7个小时，途中感受了飞夺鲁定桥的豪情。25岁，走过川西，只身前往日喀则，打卡挑战珠峰大本营。去追风，去游荡。在年轻的时候，我想去做不被定义的自己。而在静下来之后，我希望能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在乡下长大的我，喜欢田间的虫鸣鸟叫，我喜欢养花种草，亲近自然，把自己家的楼顶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花园，没事改造一些旧家居，还有一只流浪猫，还孵化了好几窝小鸡。啊，出来俩了，这个应该是早上出来的那一只。在我心中，真正的桃花源就在这里。等到鲜花盛开，你愿意来做客吗？非诚勿扰的男女嘉宾啊，都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所以这个节目除了相亲这种服务之外呢，哎，我们也会增加很多见识。要不要稍微给我们讲解一下您从事的这个工作？点翠这个呢，其实我是从2018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接触的。然后当时接触点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叫影视人物造型设计。201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整个传统文化在复兴的这个过程中呢，偶然的一个机会，我知道了点翠这项技艺，后面我就去拜师学艺，自己去慢慢钻研。关于点翠工艺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说过。关来用的。哎，我记得好像有个女嘉宾说过喜欢中式婚礼，是贾小丹吗？对，因为特别有仪式感，要拜天地，还要交杯酒，还有那个凤冠霞帔吧，还有那个状元服，我觉得特别好。那你渴望戴一顶这样的凤冠？我比较喜欢那种明制婚礼。刚刚的那个孝敦皇后好像就是明代的。对对对，明代皇后的冠。嗯，漂亮。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有一部宋朝的电视剧叫《清平乐》，然后他这个电视剧里面用的大雁风筝和鹦鹉风筝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时剧组委托汴京宋式风筝制作的。然后古人呢是以这个大雁风筝作为传情的道具。你们还有没有在什么电视剧里面看过？15号。男嘉宾你好，我平时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是我平时也会穿汉服，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梦华录》啊？去年播出的，有看过。很火这部剧，当时我看《梦华录》的时候，我就有去学点茶和茶百戏。因为茶百戏也是福建南平武夷市的一个非遗传统技艺，然后我也很欣赏您这样，就是年轻人可以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技艺。谢谢。好，看下一条。
和他分享经历风雨的古建筑，以及那些屋檐上站立几百年的脊兽。其实他对这些东西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很愿意认真地听我讲述，给我一个正向的情绪反馈。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呢是非常快乐的，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家庭条件的太过悬殊，我们没能走到最后，但这段感情让我格外注重爱情中的精神契合。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既是我亲密的恋人，也是我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我对女孩的长相并不是很看重，如果我们能在某一瞬间忽然体会到彼此的心意，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契合，也是我觉得最好的爱情。希望在恋爱的过程中，你能理解我务实的浪漫主义。我不太喜欢过生日，也不会刻意去记住复杂的纪念日。我理解的浪漫是两个人闲暇时可以看日出日落，在下班的路上给你带一束好看的花，周末宅在家里一起完成一顿晚餐，能够彼此聊得来的基础上。如果你是一位知性女孩，对我来说会更有吸引力。二号。大家好，我叫毛艳荣，然后来自江苏南京。然后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的作品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精细，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吗？我不是注重细节，我是一个细节狂魔。我就是能接受家里脏，但是我接受不了家里乱。我每天用完所有东西必须要第一时间把它回归原位，方便我下次找的时候很顺，因为我是一个做事情很有条理的一个人，所以说会非常注重细节。好的，谢谢。可以脏但不可以乱，地上可以有灰尘，但灰要排队，就是很少。九号，男嘉宾你好，我看 VCR 里面你说你希望你的伴侣和你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因为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我的大事小事都想跟另一半分享嘛，可是后面就会变成我不能对他有秘密。那你跟你另一半的相处会有界限吗？还是你也会像他那样，就是不能有秘密，什么事情都得告诉你？边界感肯定是要有的，就是你就算跟你最好的朋友，你们之间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跟我另外一半，就是首先我们很能聊得来，无话不说，前提是这个话就可以说的情况下，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些小秘密，我自己有一些不想表达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个还是要尊重对方的一个个人空间的。因为我跟你在一起希望是一加一大于二，而不是说我完全侵入到你的生活。对，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我想分享的时候你再听我说就好。二十三号，男嘉宾你好，从你的 VCR 里面我 get 到一个点，就是务实的浪漫，我想了解一下你所谓的务实的浪漫是什么样呢？就拿求婚举例来讲好吧，我不太喜欢大部分人认同的那种啊，可能找一群朋友然后一群人簇拥着，我更希望在旅行的这个过程中，或者说在这个某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只有你和我，我们这种私密空间的话，自然而然地把这个事情表露出来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求婚这件事情，有朋友的祝福，家人的这种瞩目的这种感觉，其实对于女生而言是更在乎这种仪式感，或者是说觉得这种氛围是更能让我幸福的呢？对呀。这种氛围我也能理解，然后我觉得这种氛围在订婚宴上可以完成，但是我觉得求婚来讲，我还是希望会更加的自然而然的这种私密一点，我不喜欢那种把自己的东西完全抛开。好的，谢谢。这件事情的男生女生的这个差异会比较大。八号，
男嘉宾你好，我很欣赏你的工作还有生活的一个态度，但是我是一个有羽毛恐惧症的人，我特别特别怕羽毛。因为我刚刚看你有养小鸡啊，然后包括还有你有很多羽毛的一些作品，那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感情障碍呢？不会的，如果你介意那个鸡，可以把它炖汤的。然后这个至于我的这个做首饰这一方面的羽毛，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接触这一方面的这个手工就 OK 了，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跟你好好在一起，然后就不会有这一方面的。谢谢。你说吧，他说他怕羽毛，人家说没事，为了你我可以把他炖汤，惹得别人都灭都灭了，他也灭了，你死他手里边就死在羽毛手里了。我的感受，人生有很多的山峰，每个人可能都处于自己山峰不同的位置，有的人在自己山峰山脚刚开始攀爬，有的人已经靠近山顶了，但是每个山峰看到的景色是截然不同的。你刚才其实已经展现出了足够在你所处的这座山峰的这个高度所领略到的风景的呈现，可能缺乏一点对其他山峰的向往和好奇的热情，所以刚才更多的话题会自动聚焦在你的这一块。你下次试试看，先优雅地介绍你的，然后真诚地好奇他的，你试试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好的，谢谢陈老师。我们来好奇的了解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看大屏。我刚才也想问问十五号为什么没有留灯。其实我刚才挺想分享，就是关于我爸爸妈妈的爱情模式。我爸爸其实也是男嘉宾提到的那种务实型的浪漫。因为我妈妈有的时候会跟我抱怨说别的妈妈都会有花，然后后面我慢慢长大，我学会去爱她之后，其实是我给我妈妈订花，在情人节的时候告诉她这是我爸爸订的，所以我看到我妈妈和我爸爸的生活模式，我其实是会更向往有大多数人见证的这么一个浪漫，希望能够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浪漫模式。这个世界上既有那种特别会送花，特别会写浪漫情诗，特别会看日出，特别会看云海的那样的人，也有一些像你爸爸那样不太会表达，不懂鲜花，不懂浪漫，但是会默默地为另一半承担起很多遮风挡雨的男人。这几种人你都会碰到，最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呢？可能到那天你会知道。但是我理解女嘉宾，就是务实和浪漫是否可以兼得。务实和浪漫在我看来不是对立的，我觉得极端的务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浪漫。但是我觉得巨大的浪漫它需要务实才能实现的。你说送999朵玫瑰送到那儿去，它不需要务实吗？它不要算钱吗？怎么过去时间，它也是需要有非常务实的精神才能实现那个浪漫的。所以这两者并不是违背的，也不是对立的。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那样又务实又浪漫的那一位，但是同时是先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当时最后一个女生关于羽毛的问题，因为炖汤大家把灯全灭完了，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也能理解，但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没办法完全阐释清楚。我叫张定，今年28岁，来自四川成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精神契合、三观一致、彼此聊得来的一个女生。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欢迎来联系我。非诚勿扰由恒顺精优零添加香醋冠名播出，恒顺精优香醋，纯粹好醋零添加，吃好醋选恒顺。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非诚勿扰由狼牌特区指定播出，喝狼牌特区抽金条大奖赢现金红包，浓酱兼香，龙马奔腾，狼牌特区。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恒顺金幽灵添加香醋提醒您，非诚勿扰马上回来。恒顺金幽灵添加香醋提醒您，非诚勿扰精彩继续。浓酱兼香，龙马奔腾，狼牌特区，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恒顺金幽香醋，纯粹好醋，零添加。孟老师好，陈老师好，黄老师好，在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彭博，来自河南洛阳，今年36岁。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港荣正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在牡丹花盛开之时，女生可以跟我一起到洛阳赏花。那就是现在了吧？对，就是现在。希望大家有空也可以去洛阳看一看。洛阳正好是牡丹花季的时候，哎呀，洛阳城人是乌泱乌泱的，是不是有什么王城公园啊？对，王城公园，哎，对对对，中国国花园，国花园好多地方。哦，那个牡丹啊，最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的、黄的、紫的，我上次去还看到有绿的。对，豆绿。有没有黑的呀？也有黑的，是应该是非常深的紫色啊。对对对，我去了好多次，看那牡丹很好。十号，男嘉宾你好。我在杭州，然后我们杭州的话市花是桂花，我也喜欢赏花。我们杭州有绣球花，还有那个郁金香，每到春天这个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花都会开起来，我觉得很好看。这是我赏花的照片。对，这也非常大，非常漂亮。他说这也非常大。你对花的理解就是在于大小是吧？我没见过像牡丹那么大的花，确实是非常震撼。含笑。我在合肥，我们市花也是桂花，跟石榴花是两种花。小的时候，我们家也会有桂花，然后还会打桂花，然后去卖桂花。对，打一点下来，做那个甜品的时候撒一点在上面，特别好。对，我们家那边茶叶里面也会混合着桂花。哇哦，这是女士爱喝的一种茶。嗯。桂花呢，它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它代表着什么呢？富裕、小康之家的这种。一号，男嘉宾你好，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来自河南郑州，我每年也会在这个时间去洛阳赏花，但是我是和我的全家一起去，所以我希望以后也可以两家人一起去赏花。那非常好。洛阳也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对，去洛阳看完花还可以去老君山看一看。对，老君山我还没去过，但是确实很期待能去。刚好在此之际呢，我带了一些牡丹花饼。不能把牡丹花撅起来给你们带了，带了一些牡丹花饼，有牡丹花成分，先给您。哎呀呀，像月饼吗？对，谢谢。好，谢谢。哎呦，我这还是个黑牡丹呢，有很多种味道。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女生把我对一些事情的规划
误认为画大饼。首先我是一个不会随便去承诺别人的人，但是我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第二方面呢，是我专业的问题吧，我是在美国密西根州做汽车工程师。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2023年款的新车，2019年就开始研发了。每一个零部件的研发可能要精确到每周我做什么，如果说一个零部件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所有零部件，整车测试就会有影响。所以说那话，我对一些大事的规划可能会久一点，但是不会说是要画大饼。哎，这儿有个美国回来的，四号。你好，我也是在美国密歇根州读的本科。那你找到女朋友之后打算怎么办呢？是继续在美国呢，还是回来呢，或者是两边跑？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对于那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研发呀，是几乎是世界前列了。然后呢，就说我很希望有机会的话能回到祖国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公司，然后回国发展。1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把你的女朋友规划在未来吗？那当然会了，那必须会。现在我的人生大事是最重要的。如果是说他的工作比较稳定比较好，然后我也会在国内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厂看一看，然后就找回来。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成年人，不会说我今天见不到你我就闹人或者不开心，明天就分手，这样应该都会有一些规划吧，都是比较认真的。李恒。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对事情的规划大概时间轴是多长？比如说我近一个月的规划，或者近半年的规划。生活中的事情，我觉得比如说如果说牵扯到买房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到有多少资产去买个什么样的房子，做一些多少贷款，这些规划可能会。但是小的事情我觉得抓住一些重点就行。人跟人就是不一样，那像他这种男人就跟我是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他都是规划大事儿，未来几年一些重大的事情他规划得很清楚，小事嘛就无所谓。我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专门规划各种小事儿，出去玩哪天走，哪一班飞机，哪一班高铁，几点钟回来，在哪儿吃饭，住什么地方，明天去几个地方，多不多，少不少，研究一下。哎，我就净规划这些小事，而且自得其乐。我们来看片子。爸妈，好久不见，想想时间过得真快，从我离开家求学海外，现在已经13年过去了，明天就要踏上15个小时的回家旅程了。见面之前，我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还记得当时想出国留学，虽然家里的条件一般，但是你们决定无条件的支持我。爸爸，那时您已经是退休的年纪了，别人觉得您都该享清福了，但是您还是决定再次工作。每次视频通话你们都笑得特别开心，虽然嘴上说着不累，但是细密的皱纹还是爬上了你们的额头和眼角。直到2013年，我以研究生的身份拿到了学院为数不多的全额奖学金，在那一刻我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些，因为这让你们肩上的担子轻了。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对我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爱。我们家的生活在你们的不懈努力下也越来越好，现在车企研发工程师的工作让我自食其力，国外独立的生活也让我发现了不少生活的乐趣。周末约上朋友一起划划独木舟，钓钓鱼。长进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厨艺，1:1的复刻美食是我最解压的方式。肉夹馍、热干面、熏腊肉，吃过的朋友都赞不绝口。
这次回来也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关于未来，你们最关注的肯定是我的终身大事，其实我也有自己的计划。这次回来我也是为了参加我们看了十几年的节目《非诚勿扰》，相信有了孟非老师的帮助，我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这些年虽然我看过很多美丽的风景，但是我也保留了一些地方不愿一个人前往，因为在我心里认定，有些风景一个人去叫旅行，两个人去才叫回忆。你把最后这段话放在龙门石窟那儿说，你是最后打算带女朋友去的地方是龙门石窟吗？也可以，如果她想去的话。你刚才说有一句话，你知道给我多大的压力吗？他说我这次回来之后，希望在孟非老师的帮助下能够什么，如果在我的帮助下没有能成功，我怎么办？我带您去龙门石窟，带您去龙门石窟。我也经常看这类似的短视频啊，包括有一些网上推的一些文章，最适合恋人去的什么地方？这是极光。对，阿拉斯加的极光，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去的。太阳风，电子跟两极大气层内的分子跟原子的碰撞以后，释放出那个能量，然后照的光谱，你会看到整个天全是这种。这个颜色照在头顶上确实会，在我们密西根就能看到这个，但是没敢看，嗯，不想去。还有就是夜光海湾，波多黎各这个海湾里面是有一些微生物的，你拿手去拨动它的时候它会发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地方也一定要和女朋友去看一看。还有一条是比较重要的，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去看过祖国的航空展，珠海航展。对，在国外看他们的飞机飞来飞去，我也想看看我们的大飞机，我们的战斗机呼啸而过的时候那种感觉。郑琪，男嘉宾你好，我的思路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所选择的那种情侣景点呢，就是西藏阿里有一个冈仁波齐转山，就你在那边的话呢，可以看到像冰淇淋一样的雪山，但是这个并不是去的重点，重点是你两个人去的时候，你一路上是需要背几十斤的那种重物，然后要一起经历低温啊、缺氧，还有精疲力尽，就各种身心的一个感受之后，两个人还能一直扶持走完这2天54公里的路程，感觉这一生也能扶持走下去。对，也会，这个你短短几天的旅程或者几十天的旅程，也许就是你们人生的一个缩影。你去过没有？没有，很想去。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建议你们去之前稍微冷静理智一点，问一问去过的人，再测试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扛住冈仁波齐那个地方的海拔的高度。大多数人在那个高度上，别说背着几十斤，你就躺那儿喘气都很困难啊！这个不是脑袋一拍说走就走。14号。哦，我是有就是有理想的想和未来男朋友去的地方，如果是国内的话想去大理，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如果是国外的话想去拉斯维加斯，然后去那个 Grand Canyon 大峡谷，你有去过吗？有去过。是吧？女嘉宾，我要跟你说一下，你也知道我是学工程的嘛，我们吃饭睡觉上课看电影旅游全是男生。有一场电影非常感人，就是前一排我们坐了7个男生，然后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那种，鼻子一把泪一把的那种。他有些东西，当他的浪漫气质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们几个男同学去就不太合适。刚才那个蓝色，梦幻一样的蓝色，你们7个男同学在那儿走，我觉得画面就有点想笑啊。略像海盗。张旭，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在就是国外留学13年嘛，然后很心疼父母，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在美国9年，然后后来我回国之后，我妈才告诉我，就是我在美国的
每一天他的心都是吊着的，他不知道我安不安全。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男嘉宾，那你当时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是有遇到过什么艰难的事情，然后是怎么度过的呢？我们出国的人都知道学费这个东西，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在2010年不算是个小数目。当时父母给你的感觉，家里边供你在国外念书其实是挺大的一个负担。是不小的负担吧，应该。你对当时家里边的经济条件了解多少？感觉就是普通家庭，父母本来就是要退休的年龄了嘛，后来是因为我的学费很贵，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就努力的又去再创业。然后看到我爸妈都60多了，他们两个还在经常去跑来跑去，有些时候熬夜到2-3点，真的是2-3点，就觉得是非常辛苦。男嘉宾的父亲今天也来到现场，坐在第一排。哇！孟老师好。你好。两位老师好，还有24位女嘉宾以及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儿子彭博，87年的。出国已经13年了，然后这个老父亲很感慨，很激动。我呼吸一下啊。还要开个小招。我儿子非常非常的务实，是一个会照顾家庭和另一半的好孩子。我也衷心希望今天彭博能够牵手成功。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在场的观众啊。14号。哦，男嘉宾你好。你好。我看你在 VCR 里会做很多好吃的美食，在这里给你推荐一个厨房必备法宝，那就是我们的恒顺金优零添加香醋、生抽、料酒，纯粹真材实料，真实零添加，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多健康的美味的美食哦。你还真别说，我们那儿华人超市真是恒顺。真的是恒顺是吧？真的是，真的有。哇哦！傅新月，你在美国是自己做饭吗？就是我基本上是1/3的时候是买速冻水饺、汤圆、手抓饼，1/3是外卖，还有1/3是我有个特别会做饭的室友。我可能就是那个室友。不，我的意思是，哎，可以可以可以，这会聊天。我要解释一下，我去的时候可能比那些新生年龄都要大，然后基本上从2个室友最后到5个室友，他们第一年本来是住在其他地方的，后来因为我做的好吃的多，加一双筷子也是加，结果最后加到5双筷子他也是加。我觉得你可以收费了，来了5个蹭吃的。对，他就直接换到我们旁边的房子住，跟我们对门。哦，这是你做的粽子吗？啊，对，自己包的肉粽。你自己包的呀？这个是。哇，你这个是高级料理了。哎，我们来说一下单身给你们增加了哪些技能。4号。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就是我换了2个住的地方，我那个床架子全都是自己从一片一片自己装起来的。对，你搬家的话螺丝刀带2个都会拧坏的。嗯，这个确实是。哦，女嘉宾，我要跟你说一下，在这些单身的日子里的话，周末我会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朋友有开餐馆的，厨师一请假就说来，我就去跟人家颠大勺炒一天麻辣香锅。有收入没收入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朋友嘛，帮一帮忙，他顶多请我吃顿饭。我有时候也是戴着帽子去帮他干活，刷刷漆，什么事我都做吧，我感觉挺有意思的。你们俩要是在一起，感觉在密歇根能直接建一栋房子起来，然后他来刷漆，然后我们做个学生公寓。
这都是单身闲的。我活了多久，我就单身了多久。他赢了，他赢了，你赢了，真的。哦。好，看下一条。我们相识于大学校园，相处三年，我们性格相合，三观一致。因为我出国留学，他提出了分手。那时我不能理解他，有埋怨，也有想念。我以为会很难走出这段感情。直到分手后的将近第四年，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问我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猜到有可能是他，但因为当时我在上课，没顾得上回。写完作业，我才想起来白天他联系过我。突然间，我感觉到了什么叫做不怨、不恨、不爱、不念。对于这段感情，我算是真正的释怀了。在国外安定下来之后，也交往过一个女生。因为我自己生活能力比较强，能解决两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她对我很依赖。后来他考上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学校，才跟我坦白，其实这些日子他和我在一起是因为孤独害怕，希望能被照顾。我才明白他并不爱我，所以他离开的那一天，我对他说了再见。在和女友的相处中，我不希望你用冷战来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即便最后你是胜利者，被消磨的还是我们的感情。我希望未来那个她是一个白白净净、笑起来很甜美的善良的女生，哪怕是跟我一样肉肉的身材，我也会觉得很可爱。马一凡，男嘉宾你好，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你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更希望是那种娇弱的小女生，还是说那种比较事业型的女强人呀？我个人比较希望就是说女孩子的性格好一点就行，没有说非要娇小或怎么样。我觉得任何人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那你是想要一个跟随你的，还是你想要一个陪伴你的更多？我是可以聊的，如果说这个事情是我的专业的话，我建议听我的，因为我确实经历过。你如果是你专业的事情，比如说你说你要买个包，要买个衣服，你专业，我不废话，听你的就行。好的，谢谢。好，其实你的刚才那个情感经历里边，那段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矛盾，完全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也是初恋嘛，就是感情比较深，然后呢，但是他当他知道我要出国的时候，已经就决然的要分开了。我觉得啊，这个是我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种记忆。初恋的时候，那个人的面容你已经模糊了，不记得了，但是那个事儿你还记得。就说都青春过嘛，我是这样一种感觉。有人还能分享一下一段感情让你们彻底放下的那一瞬间、那一句话、那一件事、那一个场景吗？14号。我是当时大学的时候谈恋爱，然后当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他让我推着车让我去结账，然后最后他走的时候他走在我前面，就那个门就一下就甩到我这儿，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就这个手就分得对。对，人都是会有变化的嘛，所以说谈男女朋友的话，我们可能会突然间有一瞬间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不喜欢了，或者喜欢了，所以婚姻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24号。其实我觉得人都是应该向前看的，因为每个人就他在不同的阶段他都会遇到不同的人，而且他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变化。所以我想知道一下男嘉宾现目前的一个对于感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虽然我是今年36岁，但是我感觉我对恋爱还是比较憧憬那种简单的那种感情什么的，然后没有说是一上来就要谈非常现实的这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他对浪漫甜蜜幸福的这种爱情生活
还是有向往和追求，不是说哎呀一谈条件合适咱们就结婚吧，生孩子吧，不是这个。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七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今年是27岁，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比我大也十几岁嘛。27到36，9岁。哦哦哦，我算数不好，就这个时候还可以啊。您的意思是说我介意不介意你小是吧？对，因为我确实比你小了挺多。没，这个不介意的。还有男生介意女孩小，还有男生介意女孩小。你就不要念念有词了好吧。现在留灯的是7号，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智腿女生。纯粹好醋零添加，恒顺精优零添加香醋，为您揭晓智腿女生。蓬勃的智腿女生是4号张旭。男生勇敢自信，传统内敛，靠谱忠诚，勤奋有耐力，执着肯拼搏。女生知性高雅，自信洒脱，聪明上进，有主见，懂得失之进退。两人相处中，男生的坚韧和独特的气质会让女生眼前一亮，女生的聪颖和善良也会吸引到男生，同时也保持彼此独立和自我的追求，是最舒适的状态，供两人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周末两天的话，你们会怎么规划？周末两天怎么安排？对，我是喜欢那种能够引领我的比较充满霸气野性的男人，所以我希望周末可以由他规划，然后可以带我去见一些我没有见过的事情。他没谈过恋爱，你怎么安排都行。好的，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本人是很喜欢旅游的，所以说我希望周末的时间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去旅游啊，就是去近一点的地方散散心，然后也可以逛街看电影，这些就做点小事。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可以牵手7号离开，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马上回来。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精彩继续。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如果选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可以牵手7号离开，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选择自己走，选择自己走。原因呢？我心动女生是别人吧？哦，来，我们看一下心动女生吧。14号。可能在聊的时候发现他也有密歇根的工作学习生活的经历，有一些共同的共鸣。有之前关注过，有之前关注过。好吧，那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就是先是谢谢男嘉宾的喜欢，你特别的优秀，主要是觉得就是和我的年纪可能差的有点大。你多大？我24周岁。就是我还有一个单身的姐姐，单身的姐姐。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你要么做他女朋友，他不会做你姐夫的。哦，没有，就是他性格也很好，就是我们也可以就台下可以都联系一下嘛。对对对。就是现在交通很方便。你考虑过以后他要是成了你姐夫，你姐姐看到他今天在台上坚定的选择14号。看了我们这么多年的节目，来一次不容易，希望这次非诚勿扰之旅能够给你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很高兴见到孟老师。好，再见。
尘勿扰由恒顺精优零添加香醋冠名播出。恒顺精优香醋，纯粹好醋，零添加，吃好醋选恒顺。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中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中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本嘉宾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女生可以和我一起去发掘二手的宝藏小店。贾小丹，男嘉宾你好，你好，就是平时我们女生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要搬家，小桌子、小凳子都可以在里面卖一下。哦，就是什么微信群啊，这种都是闲置的东西，这种你觉得它算是二手宝藏吗？其实我觉得也算，因为都是很好玩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也在很多这种闲置群里面真的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对，能挖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就是宝藏。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孙丹妮，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之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去逛慈善的二手商店，就是通过爱心人士的捐赠，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不穿的衣服啊、包包啊，都可以放那里去捐赠，捐赠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低价售卖，然后得来的这个金额呢减去它的那个成本，然后就是捐出去了，捐给灾区的那些儿童，这种模式就特别好。然后我也会经常把自己的一些不需要的衣服啊、包包啊捐到那里去，然后也会去买一些是小盘子啊，什么都很精美，都挺好的，推荐你去逛一下。好的，有机会我一定去。你喜欢哪种店？我特别喜欢那种有那个年代感和岁月感的店。哦，就比如说我最近逛了一个苏州的二手书店，店主一个老爷爷的照片，这个店特别特别有意思。我就是去的时候嘛，有的时候会翻阅到里面的一些内容，会记录到这个书前一任的读者、前一任的这个拥有者，我就仿佛感觉我在隔着时空和这一位可能是先生、可能是女士在跟他进行一个对话，这个感觉我特别特别喜欢。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我们提前20年打开我的日记。你解释一下这句话。因为我从201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嘛，就是每天都会写日记，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基本也不会看，我就想把它先封存起来，等过了20年，我大概40多岁到我不惑之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翻阅一下，现在就是封存一下。李恒，你好，男嘉宾你好。我妈妈也有一个非常好爱好，就像您一样写日志。我家她那个日记本应该有这么高了，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翻日记本，那日记本上基本上都是在记录一些工作的内容。去年的时候，然后就是她每天都会写，我翻她日记本，她日记本上就开始讲我了，说回家了又什么不干，去外边喝酒。我说我以后有钱了一定给你出本书，叫妈妈的日记。这个日记我忘了，想起来了，黄澜也是爱写日记的。嗯，对，就是1986年那年我7岁，我爸爸让我写日记，我一直写到了2000年，大概写了14年。哇哦，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11月份，那时候不会写文字，就为什么我体育成绩不好，老师今天要我当体育组长呢？今天下午石老师带我们去儿童公园里玩，我在草地上
碰到了个骗子，碰到了，这是苏州方言，杭州话里面碰到了个骗子。他说：“小朋友，我跟你爸爸认识的。”我说：“你在哪儿工作？”他说：“我在杭州工作。”这个骗子不专业。我又问：“你在哪儿认识的？”他回答：“我在三河小学认识。”我说：“不是在三河小学。”说完我就走了。我跟你现在的气质很像，平静、理性、飒气，也不哭不闹。原来童年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出来的那种特质，说三岁看到老，可能七岁写日记的我，就跟现在的一些表达方式、思考方式是一样的。本质的很多东西已经确定，基因里的，而且真的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啊，《阿凡提的故事》《冰河死亡线》，现在做了影视行业，真的是。我就感觉好像我20年以后我看我日记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很有可能说，哦，原来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想，我现在还是这样，或者是哦，原来他那个时候是，原来我自己是那样的，但我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您的字比我漂亮的太多了。可是这是我七岁时候写的。你这个马屁拍的也太突然了。好，来看片子吧。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我的脑袋里就会冒出一些奇异的联想。或许这些行人都是 NPC， 只有我一个人是真实存在的。我是交易男，一个希望把生活过出电影感的直播销售员。我和《楚门的世界》里的男主一样，会开心迎接每一天。踏出家门，看到人群，我就会心情愉悦；见到同事，我也会开心地打招呼；和朋友逛街，更是快乐加倍。我希望能做一个高情绪价值的人，我的快乐也会感染到身边的其他人。爱乐之城的主人公在追爱和追梦之间诠释着不圆满的浪漫主义。美好的时光虽然稍纵即逝，但总有机会抓住片刻的回忆。对我来说，每一寸欢喜的时光都值得被好好记录。从初中开始的我就保留着我和朋友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拍摄过的照片，我就会把这些照片洗出来放在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影集里，而且每张照片背后都写着我们当时拍摄的时间以及当时所经历的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一个财富。如果我和女朋友在一起的话，记录我和女朋友的生活应该是另一本影集，就记录着我们相知相熟到相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保留你生命里面美好回忆的一种方式。真是等到我垂垂老矣的时候，会发现，哇，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笑得这么开心。我很喜欢电影，有些电影我甚至看了十几遍。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电影世界充满神奇的色彩，生活中没有主角光环的我们，也可以做到力所能及的热爱。我作为一名直播销售员，不熬夜上早班，我享受我每天给自己做一日三餐的感觉。做美食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生活的一个过程，我就是我自己人生里的国王。如果生活是一场电影，那主角一定是闪闪发光的自己。希望能够在美好的时间遇见怦然心动的你。贾小丹，我看你那个 VCR 里面说你特别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做成影集，是吗？啊，是的。我觉得这种保留照片的方式特别好，因为我自己是有好几个云端相册的，我觉得等我以后老了再去看我自己青春的或者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应该挺有感触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洗出来了很多，然后我网盘里也有很多，就同时都保留。三号。男嘉宾你好，刚刚提到日记的话，其实我也是从小学开始写日记的。我记得我的日记里有一句非常清晰的词，就是生活里别人都是 NPC， 只有我是我自己的主角。然后刚刚关于电影这件事的话，我特别喜欢一部电影叫做《爱乐之城》，你有没有看过？我特别喜欢看，包括你刚才说 NPC 那个，当时我也是这么想过。对，我还特别喜欢他那个主题曲，还有他那个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模式，虽然没有在一起，但是是互相成就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爱乐之城我超爱看的。我也是。我们来找一个跟电影台词有关的游戏来做一下，找三个女生和男生一块儿来玩这个游戏。24号，1号金洋洋，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大屏会出一句话，你们要抢答这是哪部电影里面的台词，然后我们再公布答案。得分最少的人需要表演一个才艺。准备好了没有？来，三二一，出题。泰坦尼克号。You jump high, jump right. 一分。来，继续。这个是少年的你。一分。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哦，第三题。还是男生。这个是喜剧之王。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我养你啊。下一题。叫罗马假日。I only waited to say goodbye.Goodbye. We've only just met. 你一个人独唱音乐会吧。最后一题。大话西游。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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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游戏结束。来，一号女嘉宾才艺表演。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古筝演奏，叫小城故事。来。哎，你说把生活过成电影感是什么意思？啊，生活过出电影感，我是想，生活不应该就是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柴米油盐，我想让这个生活时常啊充满一些惊喜感，时常充满一些仪式感。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把这个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有仪式，过得就像电影感觉一样。含笑。男嘉宾你好，刚刚你说你希望把你的爱情过成电影感，然后见过电影里面那么多的爱情，很完美很炙热的爱情，就是你以后自己谈恋爱，你觉得跟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爱情如果相对比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落差或者达不到？我觉得首先生活和电影没有办法完全一样，但是我会尽量把我的生活带来惊喜，带来浪漫，来营造出一个电影的一个氛围。当然肯定不会有电影就是那么好，但是我会尽量，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姑娘想的挺好的。电影吧，任何电影它都有情节，有矛盾，有冲突，故事有发展，有高潮，它总是有不断的带给人呈现出的惊喜也好，惊悚也好。但是而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相对来说都是平淡的，当然了，我们总是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精彩一点，但是如果你那么强调生活的这种电影感，会不会会感觉到那种落差感，或者说那么的不甘平凡？我觉得可能这个落差感对我来说吧会有一点，因为可能说生活毕竟不是电影，但我觉得我会来把这个生活打造成我们两个人想象的样子就好。
24号。男嘉宾有想过自己和自己生命中的女主角最后是更接近于哪部电影呢？我蛮向往的一部电影，也是我现在很喜欢的电影，叫《怦然心动》。我觉得那部电影的男女主角他们两个感情非常的单纯又炙热，是我向往的那种感觉。看下一条。在准备来《非诚勿扰》的时候，知道要讲述自己曾经的感情时，我就在想，该如何回望起过去的情感呢？我想应该展现过去对于情感的美好，相信美好的爱情，我们才能对未来的爱情更有期待吧。我的前任是我的大学同学，因为是老乡的原因，所以我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了。可馋锅包肉了，我嗷嗷馋。一直频繁的聊天，互相产生了好感。都说旅行最考验情侣的感情，那我们就是最佳拍档。像南京、济南、哈尔滨、西安等等，都有我们一起走过的足迹。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临时起意去平潭岛看蓝眼泪，虽然当时时间比较紧张，但我们还是一拍即合，决定租车前往。晚上到象牙湖看到蓝眼泪时，浪潮散开，波光粼粼的夕阳，晚风拂过，就像和他一起走进了宫崎骏的电影。我们本身其实很相爱的，但一直到毕业之后，他都没有跟他的父母说起过我的存在。他父母认为校园谈恋爱是不靠谱的事情，要再多走走多看看，最后我们只能无奈的就分手了。我在恋爱里的优点就是比较喜欢做饭，如果我的女朋友想吃什么好吃的，我会第一时间学然后做给她吃，然后呢我也很少生气，即便是我们吵架过后也能马上就和好。我最近蛮想去舟山群岛，有了女朋友的话，我带她一起去看舟山群岛的落日，在落日的余晖下许下我们两个人心里的美好愿景。我所期望的最理想的感情状态就是两个人一定要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你的才华不必是被所有人所羡慕所仰望的那种很厉害很优秀，你早上可以把这个包子蒸得很好吃，这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才华，只要我们两个人互相欣赏就足够了。14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是比较喜欢女生身上的哪些闪光点才华呢？我觉得才华这个都分很多，如果他要是可以，他如果在某一个领域很厉害，我觉得他很有才华很棒。如果呢他能把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情做好，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我依然觉得很棒。比如说他可以每天把饭做得很好吃，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然后他可以把小事啊，把自己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房间里干干净净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才华。哎，我很同意你这个话，有些才华你要说，比如说你画画得好，油画画得好，那肯定小提琴拉得好，钢琴弹得好，这看上去都是特别高级的，但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么多人都会拉小提琴，都会弹钢琴，都会画油画，都会古筝，都会华尔兹，不是。但是在男人心目当中，有一些看似很普通的东西，如果你做得很好，一样会加分，这一点我跟他一样。19号，男嘉宾你好。你好。通过 VCR 我了解到你比较喜欢去逛二手宝藏店，以及写日记，还有喜欢用相机记录生活，对吧？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跟你前女友经常会记录的话，那你分手后你会怎么处理这些照片呢？和前女友的照片首先它是有的，然后我会在分手的时候我询问我前任的意见，这个照片是交由你来处理还是交由我来处理，如果是选他选择处理的话，那我就给他喽，如果他要是选择那我不要了，那算了，那你留着吧，那我就先放在我这里，然后把它封存起来，带到我比如说我家乡下的老房子里面，就放在那个地方就封存了。要不要挖一个坑用油纸包上，坑挖得再深一点埋下去？像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一分手我就会把前任的所有东西全删光，我不是那么一个喜欢留念的人，我觉得看到之前的一些照片点点滴滴会想起伤心事，所以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1号，
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两个人一起去旅游的情况下，你和你前女友去过那么多地方，如果说和你的现女友去到了同样一个地方的话，你会不会跟她一起去回忆一下？如果我们要去到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新的人生经历了，新的阅历了，我不会去回忆起过去的一个内容和环境。可是你的照片还都埋在你家。那个照片我只是说会放在老房里，如果我的新任女朋友，我会把这个照片交给她来处理。你想怎么办都可以，销毁也好，留下也好，听你的。谢谢。男嘉宾想留下影集，那个是他过去的情感的一个纪念。我也感觉到好像大部分的女嘉宾都不太喜欢这个留下这个动作，但是我觉得也不能为了迎合对方而说做出违背自己内心的一个举动。我觉得可能还是适当的要坚持一下自我。谢谢老师。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你是一个非常注重形式美感的人，但是那个形式的美感要隽永，要能够走过时间的长河，一定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些支柱。就像那些电影，像《罗马假日》这样的电影，它跨越30年又30年又30年的被这个世界的人提起的时候，一定不只是帅和美，一定是它背后有某种支撑性的精神性的力量。谢谢。开朗的人，如果你对我感兴趣的话，请随时联系我。我今天还在想关于务实与浪漫的这个话题，就是比方说二号男嘉宾来的时候，他做那么多粽子，他会刷墙，你会觉得他是个很务实的人，但是如果心动女生不跟他走，他就不做别的选择，你不觉得他也是一个蛮追求浪漫的人吗？然后你觉得这个男嘉宾似乎在追求浪漫，可是他的心门没有跟我们真正的打开，他没有讲过那些真正触动他的灵魂的那个部分到底带有了他什么样的创伤。所以我觉得生活也许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去划分的，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越来越真切地表达自己，去了解自己，去对别人的人生或者对这个世界更多地表达好奇和热爱。可能二号男嘉宾和三号比起来，他们差别性很强，也是有自己的代表性。有的人说岁月会让一些人活明白，因为他还年轻，并不是把什么都活明白的。比如说在男女交往当中，哪些是可以妥协的，哪些是必须坚持的，他还在犹疑，完全来自于对方给他提出了什么，我看我应该怎么样。随着成长，他就会慢慢清晰起来，要哪些不要哪些，坚持什么放弃，妥协什么。恒顺金优零添加香醋提醒您，非诚勿扰马上回来。恒顺金优零添加香醋提醒您，非诚勿扰精彩继续。每次录完节目我都很苦恼，
我也是特别苦恼。说说看呢。场上会做菜的女生太多了，而我只会做水饺。这糖醋排骨我都学了一个多月了，味道却总是不对。我告诉你，好的爱情要讲搭配，好的味道也要讲搭配。难道孟老师有什么做菜秘籍？糖醋排骨的精髓是糖和醋的比例，所以醋特别重要。我每次就用恒顺精油零添加香醋，用这个醋出来的味道特别正。就算是你只会下普通的水饺，只要蘸一下这个恒顺精油的零添加的香醋，你的味道肯定不一样。这寡淡的饺子蘸了香醋，立刻变得美味了。我说吧，恒顺精油零添加香醋，纯粹好醋，零添加。孟老师之前说过，爱情的最好的形式就是彼此欣赏和相互需要。我怎么说些这么有道理的话啊？咱们大家一块儿嗨一下，你们一块儿唱。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是一上台的那一刹那，我真的我的心在跳动，我怕我不够多，难道就会错过？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我。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付清付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就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